水蜜桃冰凝茶怎么做让它更好喝呢？首先啊，桃子的处理方法一定要懂，我们一定要用冰盐水浸泡过，让它软化，提香果味更浓郁。完全新鲜水果制作，不需要添加任何果酱果汁。现在跟着视频操作吧。雪克杯加入4块柠檬角，冰块加到300克不限，轻轻地锤出柠檬味，柠檬不要锤过头，锤出味就行。接着呢，加入冰盐水处理过的水蜜桃果肉150克，想要让它好喝就这么做。再继续轻轻地把果肉锤烂，加入40毫升蔗糖糖浆，接着再加入200毫升桃香乌龙茶，我们补冰块到650克度线，盖上盖子摇起来。我摇啊摇啊，现在水蜜桃冰凝茶制作完成，倒入出品杯看看成果。好食材不需要复杂的操作，趁你们不注意我喝了两口，味道好极了。